声你好棒，我也很棒。感谢神啊，他们有多一点的交流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来继续朗读。那华语部分呢，我们一起念，华语我会带大家念哈。那因为我们会请几位执事的帮忙啊，请。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。那真正拜父的，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不要这样的人拜他。好，华语。那是西边岛。现金就是，现金就是，真实敬拜的，真实敬拜的，就用心用真实敬拜父，就用心用敬拜父，因为父是爱这号人敬拜伊，因为父是爱这号人敬拜伊。Yet time is coming.And has now come. When the true worshippers will worship the Father in spirit and truth. For they are the kind of worshippers. The Father seeks.接下来我们来回应神。